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Arduino 的板，Arduino 板上面用的这个 Arduino 是 Arduino Nano。发货的时候，这两个板是已经这样合在一起的，大家可以就可以，发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合到一起的，已经是插好了。插的方向是我们看到那个字，这个板上面有字，那个字的方向向上，这个字的方向。我们的 nano 是这样子插，nano 上面的字刚好跟这个字相反。USB 口，nano 的 USB 口跟控制板的口向同一个方向，这样子插上去。插上去之后呢，我们这个板插到这个转 Arduino 的转接板插到我们的舵机控制板是。后面我们看到有插针和排座，这里四个孔的排座，四个孔的排座对应这里四个排针，上面控制板上有一个排座对应上面三个排针，把它们对应着插就可以了。就是这样。